第25题，设 A 溶液之 pH 值等于小 A，B 溶液之 pH 等于小 B，已知小 A 大于小 B，且 B 溶液加入酚酞后呈红色，请问 A、B 两溶液的酸碱性为何？我们晓得 pH 值如果越大，就表示越碱，pH 越小就代表越酸，而 B 溶液加入酚酞呈红色，表示呢它是呈的是碱性的。那么我们的小 A 的 pH 值比 B 更大，表示它会更碱，所以呢 A 溶液就当然是更碱的碱性物质。所以第25题问我们说，请问 AB 两溶液的酸碱性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AB 均为碱性。